好，到地面就没有了。裁判们头上要积分呢，林中华，姚小鸡打要积分。好，场边可以指导，是可以指导的。有力。这边这边确实很快啊。稳住！停停停！好。学长都吐血了。再次摔倒，没有关系。学长都吐血了。学长都吐血了。我能够看到你真的实战能力啊！实战能力。你回去，你回去。再好了，回去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表现。这是一个里程啊，击倒，哎，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因为我在旁边指导丁浩，我说叫丁浩，因为他拳打他打不动嘛，我叫他用肘，这是在场外指导吧？但是裁判说别说话，裁判们头上要积分呢、啊。林中华，姚小鸡打要积分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你主裁判怎么那么感冒我这边的指导？那边叫哎呀胸前上勾啊摆呀、啊，没有人喝止。我们说一句指导的话就叫停，就不允许。我觉得很无奈啊。这中了这些拳之后，徐晓东的就出血了，因为什么？在视频上是看不到的，甚至观众离得远是看不到的。